你千万唔通想袂开，莫后白来哦。想到今日，我才万丈的前去你白房看你，都无看到你人啊！我保证，我以后绝对准时。所以你都莫阁跟我想遐好无？我就是无想要看到你，才会叫表哥带我起来看风景。你即马出现，这是咧破坏我难得的好心情。莫阁出现啊！我哪会当莫出现？ 我有讲过啊，你住院的这段时间，我拢会陪你，我讲的到，都会做较到。你莫掠准，你逐工来病院看菲菲，就是补偿，就是上多啊。你莫掠准，你做种无意义、无价值的表面功夫，到时阵你就会当脱罪，就会当轻轻松松度过你快活的日子。我从来都唔爱安尼想。 我嘛无可能这样简单就袂记你我所做啥事。好听话想袂晓讲啊！你莫掠准恁这个人伫想啥，我看袂出来。恁妈为着要替你解决麻烦，表面上讲私底下煞做一下，甚至想要骗阮爸甲你和解。我莫的方式虽然讲我无赞成，也毋过伊绝对毋是要骗恁爸和解，伊只是想要用私大的手法来甲恁爸参详。用钱共侮辱。 在师大循环，恁这好爷人心肝真正是够强的，阮表妹拢互恁害家安尼啊！恁算敢收着家己，抓准用钱就会当解决问题，真正是自私、无人性。你不要那误会我，拢无要紧。也毋过我是真心是要甲你表兄妹斗阵，希望伊会当重新振作。毕竟伊未来人生还阁足长。表哥，所以你是因为要互伊紧张？ 才会带我去厝尾顶看风景的，对不？当然会紧张一下啊！亲像伊这款老毛，根本就无晓无景，一点仔拢感受袂到你的痛苦。我安尼做，只是想要甲你提醒一下。我确实是因为无法度搁再跳舞，当去伤过大，才会甲阮去出伫伊的身上。啊，不过老实讲，这件代志我认真想想的，伊毋是超工的，这是一个意外。 菲菲，你千万唔通忍心嘛！我唔是忍心，是我唔管安怎骂伊、怪伊，甚至是赶伊走，伊拢未受气，但都在甲我回失嘞，想办法补偿我、安慰我。哎呀，伊安尼做，拢是为着伊家己啊！表哥即马是要替你拍算，你若是想要重新搁站起来，就爱抓住伊的弱点，好把握这个机会。 我刚刚有法度搁站起来，表哥，你莫甲我骗啊！我已经无想要搁受到一届的打击啊！我甘愿即马绝望、死心，嘛无想要有希望了，搁来失望。菲菲，表哥哪有可能讲这款话来骗你？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成功，啊，不过我又探听到一个好消息啊！ 我听讲，有一个真有名的医生，伊真有可能会当甲你脊髓神经损伤医好啊。但是我会当医好，搁重新站起来，甚至是重新搁跳舞。哎，我做啥我拢愿意。表哥，你一定要甲我斗三工。我就是想要甲你斗三工，我才会靠劝你，莫这样简单就原谅伊。只要将阿菲菲这条王牌，莫讲是去红茶里啊。 就算是天成集团，甲大业集团，拢嘛爱乖乖听我话咯啊！哼，林爽啊，你莫过来！等一下，先听我讲完再搁讲。叫查甫人放生，都来要死要活。我会当成全你啊，也毋过我给你一个建议，你较难出手吼，都爱较重嘞。 安尼吼，即下当做一届就死啊！啊，无你安尼要死要活，冲破条脉都连面床顶，迄是足艰苦的呢。啊，你实在是足无路用的呢。啊，你连要安怎死你都唔知，要死我甲你教啦。莫过来，我无想要活。莫过来。阿姨。 你哪会这样戆啊？哈！我以前安怎甲你教的？咱做查某人，咱就袂当互看轻。
去用欺负，干那一步，不是吞落去，就是加倍嫌疑，你袂记得吗？我不袂记得，我无。你无袂记得，来，你家己看卖嘞，你看卖嘞，你即卖人无成人，鬼无成鬼，你怎样够假路的呢？我真正不甘愿，我为了少峰付出这么多，结果我好糟蹋个安尼，我真正不甘愿。不甘愿，不甘愿，爱好知啊！我已经找伊几啊摆啊，也不过少峰根本就无要插我，我已经不知我要安怎做啊！阿姨，你袂记得我吗？你唔知要安怎做，你会当来找我？啊！唔好加载我，拢在注意你的状况。啊，若无咧，你即马做这个戆代志，你唔是叫我赚着？人咧咧过咧快乐的日子啊，你咧，你是得到啥？我怎样？要唔过我真正唔甘愿，我就算是做鬼，我嘛袂放你煞。鬼？大家拢讲鬼，啊，你是看到鬼哦？你真正当作你做鬼，你就好多报仇？哦，你来这古锥哈？你敢不知这个世间人比鬼更加恐怖？要报仇，不是干那出一支嘴，去找妖怪的人。我去过啊，我擦擦过，闹啊闹过啊，不过根本就无法度挽回什么，无法度挽回什么。唔惊死啊！你即摆是咧惊啥啦？哈！我甲你讲，你就是爱让业界，还佮叶少峰知影讲吼，因咧听是啥，才会知影讲吼，你偌痛苦。周福林，你嘛来听音响啊？嗯，安娜无欢迎咯，叫我甲帮伊收机票又走。今日大家啊，拢想悲天悯人的心情啊，来参加公益活动啊。把公主的心卖光了。看完相片资料了，大家应该了解无国界医生就是一种心中有爱，无差无别。无受到时间的限制，倒位有人就倒位去，吼，这就是无国界医生的慈悲。雪莉，你用这么侪相片来形容战争的可怕，不如。我直接开一枪，让恁大家惊。你无伫咧病院歇困，走来才起痟，你到底想要创啥？替我的感情讨公道。叶少峰，我巴肚内面的囡仔无的时阵，你连插拢无要插，你是安怎会当这样凶？是安怎会当咧讲放就放？雪莉，你卖乱来哦。乌白啦，你才会当重视。咱两个已经无法度好话讲，直接让你无命，对你来讲上简单啊。你今仔就是要让你知影，心若是破一空，无法度补起来，这感觉是啥物？叶少峰，在场你上亲的人，我若是对伊开枪，你敢会感觉危害？少强，我对不起你，你跟叶少峰的感情债。无一个找少翔来赌，伊哪会无对不起我？少峰甲张嘉玲离婚的时阵，伊讲我无资格做伊的大嫂，后尾才着看轻我，讲话侮辱我。我今仔会不敢呢？你敢讲伊一点仔责任拢无？哈？从啥啦？啊？雪莉，你若是有搞我当作是你的朋友，我拜托你，别想来少翔好不？少翔。我唔管你有偌唔甘愿，啊！不过你破坏阮大家的家庭到今嘛，搁咧伤害阮业家，
你到底有啥物资格做我的大嫂？你要耍出亏影个啊？啊，不过你爱知呢，我啥物拢无欠，所以遐话我甘款袂收回去。少将，莫阁讲，莫阁讲。曹凤，我就是一个有三公三的人，而且我一点仔拢唔相信雪莉伤害这么侪人，心内一点仔亏欠拢无。雪莉，阮大哥辜负你已经无路改变啦。 啊！不过你要让伊以后想到你心的酸，还是会怨恨。你家己选。林麦乖，我知影失去感情你真痛苦，啊！不过你确定你要一错再错？这一切拢是少峰造成的，伊即马连死拢唔惊，我就是偏偏咧要让伊惊。林少峰，听讲你要甲饭店董事长的位置让予叶志成。 想袂到恁两个这么这尼好哦，啊，既然安尼，我若是对伊亏情，你敢会替伊留目屎？你袂当对这人亏情？雪莉，你破坏发表会，迄天你的名是我救的，今晚我阿你家迄位温情雄我，你跟我讨温情，安尼我跟少峰十几年的感情，我要找谁讨？我今麦无想要看到任何人伫我的面头前温温爱爱，我羞愧，干脆放了。 是。啊！你讲，我无代志。叶少峰，人是安那保护家己心爱的人，你有看到无？你哪只无情啊？雪莉，你卖闹好无？卖闹，好啊。安尼我知影找相特，你也上艰苦啊。 是你，是你把少峰抢走的。离婚也无要放人煞，不管咱哪里要买偌济个业家，我已经那就是因为你，我没有缘分就离开啊。在场上该死的人就是你，你那是死啊，少峰就危险啊。你莫搁了骂我了好不好？今日不管你伤害我侪人，你的少峰不可能跟你重新开始。你应该好好体谅，不惜人就是伤。我的人生。 跟他存条会命，我若是伫笼仔内，想到恁大家危险的表情，这一定是我上大的安慰啊！徐丽梅，顶回我阿张家庭跳楼，你敢救我已经足无欢喜啊！我甲你保证，今仔日你绝对救袂着伊。徐丽。 小弟，我无想要和你搁再白相，无想要搁再看你做唔到代志，对袂起你的人是我。你占你个就好。你即马是伫证人面头前跪落来，要替张家玲求情？不是，我即马是求你，给我一个机会来弥补你。你毋是想要跟我做伙死？我连死都拢会伫你的身躯边，我是不答应你。你想要落地狱？ 我来替你开这个门，然后你希望永远跟我做伙这个愿望，就会当完成个，敢不是？你对伊无感情啊？无。好，你求我，我就会带你走。要唔过，伫我死之前，我想要知影，你是唔是搁会对我讲白话？张家玲的性命，是我对你最后的试验。 为什么我用心计较，想要一段感情，才让你伤到这么深？为什么？我欠你，我用我的命来还，但是我还不了，后世人你才要找我讨。 亏钱，亏钱，哎。
帮助你。